徒弟往前走。还有吗？顾汤能啊，顾汤能啊，顾妈做的。行的哦，咱咧发现咱北港朝天宫的圣庙哦，啊，听讲这嘛是头一次，啊，咱北港妈祖庙咧，咱朝天宫妈祖第一次来到咱三峡，啊，随着咱跩信徒大拢做咧咧发现，啊，我头拄啊参咧步行的时阵咧，啊，听着一个讲昨听着讲妈祖无要来尔，欢喜甲规夜拢袂困，啊，这是阮全港司机带来有些感心的，啊，而且也感谢咱三峡哦，啊，跩信众大家老热的搞发现的哦。哇，大家看到足侪人咧弄桥。好了，好，谢谢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阿伦呀！阿伦，阿伦。Thank you.
这是咱三百年来吼，咱北港朝天宫啊，第一届吼，安尼这种盛世吼，来到咱三峡来安尼聊天，这真的是破天荒史上的第一次。那这一次呢吼，要希望呢能够带给三峡所有的乡亲吼，还有新北市的市民吼，这一年吼都能够平安福气。阿妈昨天吼在三峡呢要住假一个月，安吼这个月时间吼，咱欢迎咱台湾的新北市吼，啊以及咱三峡所有乡亲，拢会当来遮参拜妈祖。啊，希望呢，大家咧今年旧历的三月初九，大家会当到咱北港三月十九，啊，到咱北港吼，啊来，甲咱妈祖婆哈，做伙来聊天，来看咱台湾三大炮其中的一个吼，啊，北港的礼炮，这是真够出名的吼，咱今仔日连祖师庙拢有看到，非常的吼壮观，非常的壮观。啊，希望吼咱所有乡亲吼，啊，小张朋友，吼，三月十九，吼，啊来，甲咱北港吼，朝天宫，啊来聊天，我来参香。啊，今仔感谢咧，咱北港朝天宫所有只东港厝，啊来甲吼咱三甲，咱欢迎吼，热烈掌声欢迎咱的双港市长。好，欢迎，我们请啊，文壮哦，刚刚文壮哦，咱三甲哦，所有热情的乡亲啦吼，热情搁虔诚的乡亲哦。啊，一只吼，我代表北港朝天宫吼，东港市会吼，啊，感谢吼，咱的文创吼，啊，咱所有虔诚的信众吼，啊，即摆来圣庙来到三峡吼，受到这神神台长吼，踊跃的支持啦吼，相信吼，圣庙嘛上欢喜吼，啊，一只吼，圣庙一定会保持大家吼，啊，合家平安，金兔年吼，行大运，哦，谢谢吼。要用行180公里吼，要行去北港进香，希望11:45也要起驾。啊，咱乡亲是大台南有缘吼，啊，希望第三顿11:45要起驾。一拜二嘞吼，3月7、8，差不多是9点左右吼，会到北港。啊，希望吼，你若真刚无缘，也嘛欢迎来北港吼，接迎接吼，啊，咱第三顿嘛。来北港哦，拜妈祖，放花灯。
另外呢，啊，到个有报告吼，啊，伫农历3月19，啊，3月20吼，啊，是北港吼，哇，北港嘛吼，伫在地吼做主人啦吼，啊，欢迎咱所有乡亲大众吼，来北港拜妈祖以外呢，啊，佫会当看到北港吼，足济人头放礼炮，另外呢，啊，嘛有真特殊的吼，月哥，月哥吼，伊是全省敢若北港有尔。因为本来是吼真人为证的，拢毋是红的，拢真人为证的。哦，而且吼啊，欢迎吼咱所有的乡亲大众来北港来看老人，大家来共襄盛举。谢谢，我何必来吼，简单主持啊，谢谢大家。刚刚听到人家说的，因为当时吼我咧讨论啊，好像有在。有这个建议说吼，是不是讲吼，后摆每年吼，拢一年吼，一届爱来咱三间来聊天，后摆干妈做吼，逐年都来。对哦，我报名吼，就是头家的，我唔敢注意啦。哦，只要吼，小妹有宝贝要来，哦，我一定尽量给你办啊，愈闹热哦。啊，只要吼，其他尤其吼，经费很多吼，我无啥够吼，啊，所以大家谅解者吼。这几天的县庙，伊在主讲一个月嘞吼，无教吼，一定补法教啦吼，哦，大家补妈祖是慈悲的啦，一定让大家平安啦吼，谢谢啊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最后吼，我们大家吼一起来回答一下吼，这是一个吼，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任务，就是吼，咱台湾三大炮，我刚讲咱台湾三大炮，今日就讲北港礼炮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台湾三大炮，北港。拜吼，啊，感谢吼，咱今日不算啦吼，就是吼，啊，我咱的宗教信仰吼，啊，真正嘛是会当提升文化创意啦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希望乡亲时代吼，在和平的吼，我来跟道齐齐啦吼，谢谢。当初跟我们讲吼，啊，咱在座因为啦，拄只无分到的吼，在座遐咱拢分得到吼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发，不要争执啦吼。谢谢啊，谢谢。